8.王一涵又在那个热身，王一涵在热身。好球！所以刚刚那两个都输掉了。左边、右边的右边都输掉。这边的也是。嗯，应该是输掉。球，哦，好球，漂亮。可惜，奥耶，真的是奥啊，真的是。不过也好险啊，他平。不然那球也不好接。李敏豪加油！这是什么名字？真是不错。哎呦！李家红家，那个许文豪就李敏豪。不是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？在讲哦。我也是李家红家许文豪。也是新秀。哦，是被抓地的球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厉害的。哦，三星指挥了，不行哦，他那七八球，两个球都很吸引人，哎呀，不行，好羞耻，那个指挥，减肥突破，不行。Yes， 好球。那可以给他拼小球。小球稳定，他还蛮上进，他也发烧了。哦，好球！哦，好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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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上来，赶上来！今天发生什么事？
哎呀，可惜。好球，漂亮。哦，好球！这个叫黄线街，新庄那个是大奖赛。名单怎么抓出来啊？过去的过去的都超。名单女士也是写点过去的超级赛。哦，那好球。哦，好球，好球。节奏抓得很好，嗯，他已经抓住对方的节奏。这五万块的，你先挣个五万块。人才卖大钱。嗯。你下摆，这个要升，要争取升级，升级超。哎呀，可惜。差不多了吧，因为的新增前方颁奖的原因，比卡曾经来台到顶，反倒前几年出来了。我知道，是很好吹的，哎，耶，好球。